我再放一遍，你听一下。它的内容啊，就是我们那个白板上看到大概这样的，就是男生叫 Daniel，女生叫 Lin。那 Daniel 问那个女生说：“林夕，林小姐，夕就是他们叫称呼叫那个小姐的时候，后面加的那个林夕，뭐먹을래요？뭐是什么？먹을래요？먹을래요是 먹다，就是吃东西，后面就是加一个疑问句，疑问句래요，疑问句的用法，뭐 먹을래요？吃什么？那林英他回答说，냉면，冷面，먹을래요，我要吃冷面。他韩文呢，它通常那个主词，比如说我、他这些都省略。那他这边直接讲，나는냉면을먹을래요。他把那个나는没有说出来，直接讲，냉면먹을래요。那男生谭尼尔，他就回，他自己是表达说，저는我呢，김밥을寿司，他在名词前，寿司먹고싶어요。먹고싶어요，고싶어요是很想要这样的一个句型。먹다后面加一个고싶어요，저는김밥을먹고싶어요，就是我想要吃寿司。那这边店家就是过来，然后问两位客人，就说뭘드릴까요？뭘是무얼，什么？드릴까요？드릴까요是드리다。等于是给，드리다是给送的意思。那他这边说我要送你什么？问疑问，那가요就是疑问句。那这边就是用非正式体的那种疑问句，뭘드릴까요？什么？我要送给你什么？我要请你送什么东西？저기요就是有一点口头语，那个的意思。저기요냉면한그릇하고김밥1인분주세요。냉면，冷面，한그릇就是一碗，한그릇하고还有而且김밥1인분。他这边那个冷面的那个单位量词，那个数那个量词的，他用一碗，然后后面寿司的话，他用一人份、两人份，用这样的一个表达。1인분，一人份，주세요，请给我。저기요那个，请给我冷面一碗，还有寿司一人份。那女生这边又说，여기요这里，뜨거운물좀더주세요。뜨거운，热的，물是水，좀，稍微就是조금一点，더就是多再。火多的意思，주세요，请给我。식당那个店家就说，餐厅就说，네，是的，알겠습니다，我知道了，我知道。那他通常那个餐厅啊，回答的时候，人家就是客人点餐的时候，最后收尾的时候，您会说，네，알겠습니다，我知道了，알겠습니다。就比如说，客人点了一碗的甜不辣，一碗的卤肉饭，然后最后他点完之后就说네알겠습니다，对，这是一种点餐后最后面的一个惯用例句，对，네알겠습니다。然后吃什么，点什么的时候，直接讲吃먹을래요。뭐먹을래요？뭐是什么？뭐먹을래요？
Mogoleo，对，它这边也会用到那个就是 hago 冷面，还有寿司，所以它这边语法上都有用到 hago。然后这边그릴까요？可能就是你要什么，你要点什么？뭘 드릴까요？有一点是你要点什么的意思。뭘 드릴까요？就是这一句的第四句。뭘 드릴까요？对，您要点什么？前面三句是两位客户他们自己之间的对话，那下面第四句是客户来那个店餐厅就过来问，请问点什么？请问뭘 드릴까요？뭘 드릴까요？那后面就第五句是他们就点餐，一碗凉面，一碗冷面，还有一人份的寿司。然后后面最后一句是 네, 알겠습니다. 아，我知道了。네, 알겠습니다. 这个就是뭘 드릴까요？ 네, 알겠습니다. 在餐厅点餐的时候常用的例句，你对可以把它学起来。对。我这边这个的就是练习啊，可能下一次好了，那我就最后我们来看讲义的最后一页有一些就是招呼的一些用语，我就把那个再介绍给各位。这边第15页有个就是比如说。去饭店怎么订房，或是在饭店常碰到，比如说什么故障啦，我要用我需要，比如说要吹风机，吹风机，然后比如说厕所坏了，或者是我要那个住房，我要退房等等等，这边有一些例句，然后这边也有单人房、双人房，然后比如说合适。等等，这些都有一些例句。那这些的话，我等下一次再来介绍。请翻到19页的 Insamer 招呼用语。